我只是说，我拿钱，你们帮忙给加点油来。路费钱我都给你们拿，还不行吗？那你们警察办，为了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无情，这是啥呀？老百姓死活什么都不管，有事找警察找交警，那找你们能解决啥呀？上海那个交警不行，就给解决点油的问题都不行。不行。哪管说你们人去想办法给我在这等着，你给我弄桶油来，我走也行。这个忙都不能帮我们，给你点钱还不行吗？我们不，我们要接受。要下，让他下，让他看，你看看下面是什么说法。外地来的肯定要隔离，解释的很明白。这辈子不想来你们家。我只是说，我拿钱，你们帮忙给加点油来。路费钱我都给你们拿，还不行吗？那你们警察办，为了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？不是。你请注意好这为人民服务这话。我们对呀、啊，那你为人民，我是不是人民呢？你不要理解错意思，你不要理解错意思。我感觉是你理解错了，不是我理解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服务单位，我是老百姓，你是为大众服务的。警察是执法单位，不是服务单位，你请注意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正当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。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，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